连日来，海外华侨华人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。江泽民主席逝世的消息使我们在德国的华侨华人非常悲痛。江泽民主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的领导者，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，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我们深切缅怀江泽民主席对祖国做出的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。江泽民主席高度重视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合作，为扩大双边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充分关怀的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新中之间典范性合作项目，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，这些都将被历史所铭记。